哎，这个是我的 Instagram，大概一个大概给你们看，就是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呢？点这个右上角，然后去到那个报告错误的位，然后发送反馈，我们就可以添加了。这个是给你添加截图的。然后这个是写你遇到的问题，然后按这里就写，就这样子写，然后点了，打开 LE 哦，或者是如果不能的话，就去报告没有问题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